好，各位大家好，我是林奇，欢迎大家收看视频。我们继续来玩这个偶像大师星耀季节。现在25了，9月25号，这一期把这三天过完。今天我们上完课以后，就准备来挑战那个，就打那个排行榜了，对吧？演唱会10万分给他打掉，对吧？那么上课之前有两次交流，我们先看一下上什么课，然后交流什么东西。月底舞台呢是一个这个红蓝黄。8250分，红蓝黄我们可以用蓝队改蓝，对吧？就是强行过去。我们现在目前最强的应该是蓝队啊，因为我们这个黄队有点拉垮，主要是技能有点拉垮，倒不是属性拉垮，技能有稍微有点拉垮。看一下，万一我们要给个黄队是个什么情况？这是一个黄队吧？我记得看这样子像，啊不像。来来来，我们看一下，如果我们要给一个黄队的话，是什么？是什么下场？黄队居然只能靠这两个打到黄上线的真美雅美吗？我操，我军真的败了，这个架真败了，我操！他这个没用啊，他不能那个。黄队 boost 倒是可以，61，对吧？这个不如这个，不如这一队啊，对吧？你看他是61级，这68级，这蓝这一队只是说要这个，他是红蓝黄嘛，就蓝的时候没有问题啊，红的 boost 就不用了，这个春象的 boost 也不用了，蓝的时候 boost 没问题啊，主要是到黄的时候我们要用这个 change， 对吧？那么就是。把他们俩换，哎，他们俩换位置也不好啊。难搞。那只能多加一个，把它加进去了，只能强行把它加进去，没办法，这站位我也没有不想改。对吧，就难 boost。哎，难 boost 还是干劲增加呢，难 boost 吧。然后下一次就加这个东西啊，下一次就是加这个槽，再加一个这个 change， 对吧？那就是这样了，这样来打，应该是打过没问题啊。然后就是上课的问题，上课的话，今天是个全体成员活动日，来看一下有哪些任务啊，就所交流的一个 VI 课程。羁绊舞台哦，还有一个羁绊舞台啊，对不起啊，两次字幕给参加的课程啊。好，这周的任务呢 ，task， 任务都 clear 了，全部 clear 了，除了两次上课以外，这一周有没有这个演唱会？有，在周四，那周四去打羁绊舞台啊，不急了。那么今天上课可以上 VO， 也可以上，还有周三的上课是只有演唱成员能上，先看演唱成员要上什么课比较好啊。啊，就用这个队伍来，你们都先出处，都先出处。演唱的话，我还是想加点难啊，我们这个就直接是 DA 冲过去就完事儿了，对吧？原来 Ready 这首歌是 DA， 哦，懂了。啊，亚优以这个 Hibiki 是吧？完了以后，春香来来一起上课，上课，然后新白凑一起，凑一起。啊，新白不能上这首歌，新白还不能练。那你们有谁是跳舞，然后但是跳舞属性在跳舞比较垃圾的啊？你不用练了，我已经放弃你了。要么就卡吼，对吧？要么就真美381真美吧。这个队伍来练个跳舞，看怎么样？LEPP 看一下这个雅美啊，那是雅美，说错了。看一下这个 DA 的情况啊，等一下春香不能练 DA 了，尴尬。梅西也不能练 DA 了，尴尬。姚乙可以练 DA， Hibiki 能练 DA，OK、okay。他感觉也不太能练 DA 了，练一次差不多也要到顶了，他感觉不能练 DA 了。雅美的任务就是要 DA 课程是吧？还是 VI 课？哦，他要参加 VI 课，操！啊，等会儿，雅美的 VI 不是到顶了吗？你上个屁的 VI 课啊，兄弟！这个任务是真的很傻，就你不如设置一个
你不如把它改成就是说，参加 VI 课程或 VI 达到多少，就是那个当前的那个上限，对吧？就自动解了，不然我这上个课上个课白上，他什么也没学到，就在那玩是吧？就让他去玩一下就可以了。过于傻了，这个任务过于傻了。那这个 DA 课不能上啊 ，DA 课除了这个人，这只能上后面的人啊，前面感觉对吧？好，那我们如果看，如果这个 DA 上给这个 Idol Master。哦，这是那个打的那只队。如果全体成员来上这个 DA 课会怎么样？来 ，VI 我感觉是真的懒得上，要么上下 VI 课。只是主要是因为 VI 我们不能蹭课，就是你像这一队，我们这个雅瑶姨是可以蹭上课的嘛，对吧？美琪是不能上啊，Hebe 可以上课嘛，然后还可以上三个 DA 差的，但是又要。菜菜不用了，菜菜你回去吧，你也不用了，你们这俩这 DA 真不行。哦，啊，能上他蹭一下课啊，他来蹭一下课，雅美能上吗？能上啊，勉强能上一次课，再上一次就不行了。卡吼，是吧？看一眼，啊，他也能上，卡吼也能上，对吧？这他们上一次 DA 课也没问题。那这样的话，我们 ready 就要上一次 VO 课。VO 课 ready 就他们俩会 VO， 剩下的 Hibiki 也会 VO 哦，那也能蹭三个人。好，然后再看这 VO 课有哪些人可以在后面补一下的。哎，你上个 VO 课总可以吧？啊，对吧？还有个 Lisco 可以，一次来一个。他们几个应该都没超吧？啊，春香 VO 已经完了，春香 VO 也上不了了。Hibiki VO 没问题，然后 Lisco VO 没问题。还有那个 Sakura 的 VO，Sakura 的 VO 感觉也上不了课了。这个样子，别上了吧，你别上课。好家伙，那。他不能上，他们仨是可以上的，应该。那田花能不能上？田花和这个阿紫仨，阿紫仨先看一下，阿紫仨可以上，好。Tenga 可以上，好。那 VO 可以有这些人来上，啊 ，VO 可以由他们来上，然后 DA 是这一批人上，啊，那没有问题，对吧？然后就先上 DA 课，再上这个 VO 课，啊，今天就要上 DA 课，上这一批人的 DA，Unit 2的这批人的 DA 课，好，没有问题，好，再看跟谁交流。阁下都卡了是吧？那起码把 DA 开了吧，起码先把 DA 开了吧，至少交流一次啊，至少交流一颗星，明白。Miki 这边是什么情况？卡了 ，DA 卡了是吧？他交流一次只能拿两颗星，就是点开这个，还要再交流一颗星，要到十个。十点回忆，哎，先把这个点了。好家伙！然后这个还有谁？他是因为卡任务了，上不去。这边的话他还需要 DI 的话需要一颗星，还要再多一次。好，Sakura 的 VO 呢交流一次就行是吧？那他可以。还有那个甘奈的 DA，
一颗星，那就跟沙奎亚交流一次，跟这个春香交流一次。我算一下收益啊，反正是要找，反正是要开的，对吧？沙奎亚和春香吧，先给他们俩交流一次吧。OK， 想好了，真的。先上 DA 课，是 Idol Master 这首歌 ，Unit 二，对，就这批人，走。新白这个 DA 只加十是吗？他一共只加了40的话，不知道，我感觉这个应该是高中级客人是怎么算的？他是额外加30是这个意思吗？我感觉新白这个 DA 好像也增长很紧张，新白我觉得他整体实力都增长挺慢的，连其他人我还都增长很快，新白这个有点。就是有短期好像爆发不，就是爆发训练没什么用啊，对他，他这个，他这个每次上课就是他学的很慢，行吧？先和这个沙克来交流是吧？来吧。お疲れ様、プロデューサー。忙しいのに付き合ってもらって悪いね。你这么说。あなたと二人きりになりたかった。と言ったらどう思う？好啊。好啊。すまない。あなたを困らせるつもりではなかったんだ。でも。話をしたかったのは事実だよ。忙しい中ではできない話もあるだろう。最近は仕事にレッスンにバタバタしてしまっていたからね。那是什么事情呢？私はプロデューサーのことを知りたいんだ。あなたが私のことを気にかけてくれるように。迷惑だったかな。何でも構わないよ。あなたのことならね。好きなこと、嫌いなこと、昨日の出来事でも、子供の頃の思い出話でもね。それでは、あなたの仕事について話してくれないかい？あなたは何を目指し、その道を進んでいるのか。ああ、感心してしまってね。返す言葉が見つからなかったんだ。気持ちのいい返事だったよ。さすがプロデューサーだ。プロジェクトルミナスのことを心の底から思ってくれているんだね。ねえ、プロデューサー、その気持ちの源は一体何なんだい？心意的源头。
选要选这个了，信赖、期待、爱，信赖吧，还是爱？不知道他这个，因为 S 的人我都 S 的人我都不太懂啊。素晴らしい言葉だね。その信頼に報いるため努力するよ。我就凭感觉选。わかっているさ。信頼か。なんだか心地いいね。ありがとう、プロデューサー。あなたのこと、また少し理解できた気がするよ。もちろん、全力で協力させてもらうよ。仲間のために、それに、プロデューサーのために、ね。哦，选对了是吧？那看样子，他也算是个常识人嘛，对吧？我感觉我跟只要跟常识人聊天就还比较正常，对吧？跟那些有个性的人聊天就有点不好弄了。好，我进门点了啊。好，这样就 BO 上线解开了。然后就只剩下一个存档啊，难得又跟阁下聊天了，对吧？又跟我们的哈鲁卡来聊天。最近好像比较不迷糊了吧？你是托普爱德罗啊，天天迷糊怎么行？托普爱德罗，全力辅助。什么？你为什么要站辅助位？你不应该站什么？你是主力啊？啊，也不对哦，他的这个队伍还真不是，梅西是主力。嗨，今行きます。嗯，慢点，别摔了。プロデューサーさん、どうしたんですか？そんなにじっと。その私を見つめて。あ、もしかして私に何かついてますか？盯着你看，因为春香可爱。私が変わった？その、プロデューサーさん、私どんな風に変わったんでしょう？果然还是变胖了，变可靠了，变可爱了，比较不迷糊了。变可爱了，变可靠了，选个正经的吧。但其实我还是想选变可爱了，因为胖了，脸胖脸圆了。嬉しいです。私もっともっと頑張りますね。プロデューサーさんと一緒にもっと上を目指したくて、今まで努力してきたんですから。但是你现在多姆也去过了，下一个目标是什么呢？私がですか？確かにみんなより経験はありますけど、みんなすごく個性的で元気いっぱいで、私がサポート役なんてできるでしょうか？你是リーダーや。ですよね。私が一番普通なんじゃないかと思うくらいで。没有你去那么可早上火了。プロデューサーさんの頼みですし、引き受けたいんですけど、でも期待に応えられなかったら、みんなにも迷惑かけてしまいますし。没有你去那么可早上火了。わかりました。プロデューサーさんがそこまで言ってくれるなら、天海遥か全力でサポート役をこなしてみせます。其实我觉得，对吧？你为什么要 support 呢？明明是主力啊。でももし困ったことがあったら、その
ときは相談に乗ってくださいね。虽然从前面剧情一路过来，我也很我练他也没练很多，美希练到了练成了主力。頼ってくださいって言ったのに、結局プロデューサーさんに頼っちゃってますね。プロデューサーさんも一人で抱えちゃダメですよ。二人で協力してルミナスを支えていきましょうね。非常可爱，哎，果然是这个可靠的，是吧？还是要选正经的。从那个是哪一次选项我选错了就看出来了，就哦，那次问变了吗？没变吗？选没变，结果就错了，就说明还是要选一个比较正经的。春夏还是那种他的选项还是比较正经的。哦，主线。哦，すっかり暗くなっちゃいましたね。もう、マミがキーホルダーなくしたから遅くなっちゃったじゃん。マミが間違って自分のカバンに入れちゃったせいじゃん。あちらのお三方は。よ。や。ルミナスのみんな、奇遇だね。こんなところで会うなんて。よ、这不林吗？お久しぶりです。よ、这不是花吗？レオンさん、シータちゃん、それにアヤちゃんも。先日のライブ、とても素敵でした。どうもありがとう。讃え合えるライバルというのはいいものだね。君たちのパフォーマンスも素晴らしかったよ。これからどこまで成長するのか楽しみにしてる。そんなあの日はディアマントに圧倒されてしまって。え、你这就见外了啊。君たちはもっと自信を持つ。人家都开始夸你了，你这还不自信吗？互吹回去了呀。カホちゃん。来了。この間はヒーローショーの写真、ありがとう。小孩子来了。今度シータさんとヒーローショーに行きたいです。うん、ちゃんと予定を開けておくね。そうそう、神崎、この前のテレビ番組の MC とても面白かったよ。え、あの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え、怎么又正常了。大いなる女帝に我が言霊が見事に共鳴したようね。ランコちゃんワールドってなんか引き込まれちゃうよね。闇に飲まれやー。つい真似っこしたくなっちゃうもん。キラリ一般的这个。君たちはやっぱり面白いね。灰姑娘确实很有趣。一発の単独ライブでもいい刺激がもらえそうだ。灰姑娘确实很有趣的这个人。私たちのライブに来てくれるんですか？はい、もちろんです。今からとっても楽しみです。你也会来吗？え？そうね。一応は行くつもりよ。敵情視察は大事だし。当たり前のことを聞かないでくれる？别苦着脸了。何よ、ジロジロ見ないでくれる。不能熟一点吗？像他们两个一样。もういいでしょう。レオさん、シーカさん、事務所へ戻りましょう。あ、そうしよう。まだ今日の予定は残っているからね。像这俩人跟我们多熟。それでは皆さん、またお会いしましょう。またね。ライブ楽しみにしてて。哦哦，新白在后面这么开心。好，新白好像也没有说话哦，一直在微笑。不问一下新白吗？一直在微笑。还有一次 regular 课。哦，free time 我忘记打那个了。
哎，明天，忘记打这个试炼了，尴尬。明天。哎，我就只记得去交流去了，忘记打了。哎，明天。甜甜圈。玉子烧就是鸡蛋就煎蛋那种吧，类似于，我看那玉子感觉那配料就是蛋啊，一样鸡蛋一样。哦，是那个鸡蛋加面粉是吧？面筋什么的，是这玩意吗？我感觉就很奇怪那玩意儿。注意 ，K 大力。天天出去玩是吧？搜寻能力不错，决定好成员了。还有声优都在，你自己也是声优啊，纸中之人。制作人是属于大家的，不好意思，独占。难得有一位啊，我操，不像 Miki 和芝巴塔这种上来就要抢的，我操，笑死！什么？哎呀 ，Luminous 也是悲女大战，哎。啊，走啊，记得一定要 free time， 记得要那个了，就不能再玩了，我操！今天是工作是吧？工作，看有谁要工作。还有绿子、桂英、真哥、笑耶和这个卡吼。啊，其实笑耶应该工作的呀，这不比聊天要有点效多。绿子4点 SP 可以干嘛？可以 VO 一个。啊，这是分数提升啊，你要么就是把 VI 开了，要么就是把 DA 开了，二选一是吧？真哥呢？真哥 VI 开不了 ，VO 也开不了。没啥用啊，桂英能干嘛？桂英能 ，VO 开不了，DA 也开不了，桂英也是啥也开不了。好家伙，好你，他有两点了是吧？那加四就六点，他能开什么 ？VI 是肯定。要么就把 DA 上线开了，他能开一个 DA， 再，他能开个 DA， 卡好呢，卡好能开一个 VO， 他要 VO 干嘛？那就没了。好，看一下这个东西啊，这个，能开 VO 的是卡好他不需要 VO。啊 ，DA 是这个 Sakura 可以开 DA， 他也早得很。Lisco 现在是什么情况 ？DA。快卡了 ，VI 已经卡住了，那 Lisco 可以来一下，把 VI 解开。虽然不是他主属性，但是总比那些什么都，桂英 VO 要卡死了，妈个鸡，桂英 VO 要卡死了。桂英，你的 VO 要怎么点啊？桂英，你说话呀，对吧？哦，那一次还不够，还要交流一次。那栗子口倒是可以，他直接一次工作就把这个可以点了 ，VI 上线点了，那没问题。栗子的工作完了以后，春香是加了4点，春香可以把这个点出来了，我顺便就可以把这个也点出来了。OK， 春香的 VO 感觉已经来不及了。六点的话是加6 SP， 就是7 SP 能点他。然后再加6点 SP 就是8 SP， 连续交流两次确实可以把这个 VO 上限点出来。美西这边的话，他要交流一次加2 SP， 然后点出这个，再加流一次也是连续交流两次，可以把这个点出来 ，DA 上限点出来，有什么意义吗？这样做？下个月会不会用到他们还不知道呢，那就。
绿色的 VI 是可以先解了，那倒没问题了。春香是红已经都撞了，对吧？然后 Miki 是蓝已经撞了，这两个是真的，要么要解决一下了。但是下个月好像他们俩都不上吧？那个下个月好像是这个十月是秋天那个什么什么什么。我暂停一下，我去官网看一下下个月是哪些人。我记起来是秋天那首歌。哎，好好好，我们回来，我们回来回来。我这个啊，稍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啊，没事没事没事，好好好，好了，回来啊。看了一下官网那个，就是那个什么什么 Jubak 那个什么，就万圣节那个歌，对吧？人选啊，官网的组队是这样子的，但实际上还加上一个新白啊，对吧？那我们就以这个他那个宣传图里面那个就是。也不叫渲染图，这也算是渲染图吧，就反正是就，对吧？就以这五个人为主吧，就来组这个队伍，用这个队伍打，对吧？这个队伍我就看了一眼以后，我就看样子这首歌是个 VO 曲啊，应该基本上人选都是 VO 啊 VI 的这种，对吧？哎，这个队伍肯定是 VO 曲，那就十月份肯定是 VO 为主了，对吧？然后看一下这个，我们去看一下这些人都怎么样啊？千早归银绿子，然后字幕给和这个笑耶 ，OK。你看千早 VO 远得很，只是说他要练，对吧？都不怎么卡 ，VI 就 VI 可能等下会卡一点 ，OK。好，然后是绿子是这个 VI 卡了 ，VDA 快卡，这两个不是主属性，对吧？他主属性没卡。好，归因主属性卡了，那赶紧要跟归因这边搞一下了，弄一下了。归因主属性卡了，归因是 VO VI 嘛，对吧？OK， 啊，他们几个其实有像归因都很少练啊，归因基本没上过课、啊，很恐怖的。绿子也很少上课，对吧？这很恐怖的。千早倒是这个月因为用千早上了比较多的课嘛，对吧？啊，他我不太懂啊，对吧？这个笑一啊，感觉他那个舞蹈增长也很慢，他 VO 增长好像也不太行，不是很懂，感觉他练的也有点慢。啊，倒是卡都是没卡了他，然后是那个字幕给的话，就是赶紧要解决他的 VI 问题了，不然他会卡死这个，他要上两次课，啊，他上两次他是 VO 问题哦 ，VO 卡死了，他要上两次 VI 课，那下个月开始就上 VI 课就有点尴尬了，那么今天还要难道今天要上 VI 课吗？哦，明天啊，说错了。难道明天我们应该上 VI 课吗？哦，那也行啊，也行，那就上 VI 课吧。明天就不上 VO 课了嘛。我们上的是上 DA 课吧，对吧？那我们就上 VI 课也行吧，就不上 VO 课了，那也没问题了。那就是归因要弄一下，我们算一下这个 schedule 还要多少次交流啊？这有两次，哎呀，尴尬了，知道吗？就是。星期一不打，那么今天我们就少了一瓶水，对吧？他没结算。这一天打的话，这个水到这儿用不了，对吧？只能到这个平日舞台这去用，啊，倒也行了，但是就晚了一点，上课可能会有影响，对吧？这打还是应该快点打的，那有一瓶水，这有两次，对吧？这有三次，一共就五次。这个平日舞台不要给我搞什么 event 了啊，五次，然后五次这儿可能应该还会有两次吧，就七次吧，七次，并且不能同一天两个人啊、哦，对吧？那么春香要交流两次，把这个，但是我想了想也没有必要，绿子今天是工作嘛，对吧？工作先把他这个。VI 开了嘛，对吧？要不他也交流一下吧 ，DA 也开了。啊，主要是主属性是 VO 是吧？他主属性是 VO 在这儿，要么就跟他交流一下，提前布局了，对吧？那这些人就得缓缓了，不然的话，先把上线开了吧，那就先把上线开了再缓缓。那就春香应该是至少还要交流两六颗，是一煞，至少要交流两次。对吧？美西也是至少要交流这个两次，他因为这个心没满，就是四次了。然后归因要交流一次，把这个
归因如果要交流就要交流两次啊，交流两一颗星还要多，除非他去做工作，他 VO 已经卡了，那今天就归因做工作，绿子我们去跟他交流，对吧，把这个点出来，把 VI 这个点出来，然后 DA 也再交流一次，绿子就是交流两次，一二三四五六，对吧，没问题啊，四五六完了以后就这个归因再交流一次七，正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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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归因是只要交流一次，不管效果好不好都 OK， 绿子第一次可以随便，对吧，然后第二次我们再看情况，他们俩的话美西是只要交流一次就可以，那就这今天是美西和归因，然后归因工作 OK， 想通了想通了想通了，啊，等会儿真的是归因吗，还是如果跟春香交流一次的话能够集满五点的话是这个没什么用，美西是要上那个的，要先跟美西交流，美西是要上那个就是打那个试炼的，先交流一次跟美西交流一次，然后留一次机会的时候我们先打试炼，再跟归因交流 OK， 没问题了，工作就是选归因的啊，这个拉面探访啊，拉面探访好，拉面我感觉应该能选对吧，哎算了不用了不用了不用了，就这样，我们也不用追求什么粉丝吧，应该不用追求粉丝吧，我觉得粉丝应该是够了的，你看预估这个平日舞台粉丝都已经够了，那就归因吧，为什么默认总是这个春江恋人就很奇怪，这套服装不是主打的吗，宣传片都是最开始宣传片都是这套服装，大晚上看这个东西给看饿了，拉面食レポ非常にありがたいことですが同時にとても悩ましきものです、はい、考えれば考えるほどにラーメンの魅力を伝えることがいかに困難かと戸惑うのです、ええ、それに麺やスープ、具材、どれをとってもあまりに奥深い。不要，总之三个里面选吧。プロデューサーはラーメンのどこを語ればより多くの魅力を伝えられるとお考えでしょうか。油脂、汤头、面条、调味料。面条吧，我感觉是。猜一个，这个我还真不懂啊。还是说汤头呢？汤头和面条我有点纠结。但是我选面条是因为，毕竟是拉面嘛，面是最根本的嘛，其他东西都是。麺を中心に良き食レポをお届けいたしましょう。这个动作不愧是啊，这是也是前几代超过来的归因动作。太麺、細麺、縮れ麺、茹で方も様々。川烫。このラーメンにはこの細麺が合うかと。Clear 是吧？应该是。汤头我感觉算是锦上添花。Clear 够了。Clear 够了。SP 加四，告辞。好，注意啊，先和美西交流一次，然后再去打那个，这样我们可以把技能点出来，我们先把技能点，先把归因的技能点，归因解决不急，我们主要是把这个 VO 点出来，他能点这个，然后还要交流一次才能点这个，然后美西啊，努力工作了，想跟哈尼聊天 OK OK，带小孩一样，真的互动，大家的厉害之处。
我觉得互动会比正常要好选一点，可能是就是为了让玩家尽量选对吧。嗯，とりあえずルミナス面白いよ。なんかすごい子いっぱいって感じ。大家很耀眼，可爱，身材很好，演这个吧。みんなキラキラしてるから、ミキも釣られて頑張っちゃうかなって。啊，美希她有个外号叫金色毛虫啊，也不叫外号吧，就是很多 P 喜欢就是金色毛虫，因为你看，ミキ这个头发的感觉，就有确实有点那种毛虫的感觉。是金色的，金色毛虫。じゃあミキが一番頑張ったらハニーからご褒美ちょうだいね。すごいの。这种互动的这种对话就比较，就内容就比较少了，就是很短，因为它主要是会给你补这个，就是你一次没有选到 perfect， 给你补一次的这种补救措施。好吧，这个点出来，对吧？这样它又。稍微又好一点，然后再存个档，去打那个了。走，试炼舞台。Ranking， 你看，打上次打过了，用的是 Idol Master， 我所以这次还想用 Idol Master， 就是这一波人。啊，战术我想一想啊，是这样的，用 Boost 的吧，还是？是用 boost 还是用 tension？ 我倒是忘了，我觉得用 boost 可能好一点吧。tension 其实也行。是这样，就是首先是这个，美希爆气嘛，五人齐唱嘛，对吧？因为他这个舞台啊，是先说他这个舞台是这个，蓝黄红，对吧？蓝黄红，蓝黄红。首先就是这个，boost 的五人齐唱，对吧？爆一次，对吧？完了以后，第二次爆气的时候就。他就不用了，他也不用了，因为他们俩这个一个是加剂量槽嘛，一个是加这个完全齐唱加回忆嘛，对吧？没必要去，因为剂量槽不需要，第二次暴气以后就没什么机会了，所以不用他的话就跟着不用他了，对吧？他发动不了，就是第一次用四个炸弹，第二次用两个炸弹，六个炸弹，但是他会补一个，所以就是要留五颗炸弹，然后七个炸弹就直接扔掉，然后我们这个组优势属性是男属性，所以一开始就把七个炸弹全部扔掉。啊，就是这么一个策略，对吧？你可以点什么啊？啊，就这么一个策略，打圈就是反正就，美希就全让美希爆就完事了。啊，美希其实可以用这个，还是用这个 boost 吧，我觉得用 boost 吧 ，boost 可能好一点。啊、boost 加三色圈 boost， 对吧？来。讨论了一下，哎，为什么我每次摁最后一下 R 的系统都会忽略掉？这是有 bug 吗？还是什么情况？我明明摁了四下，但是他只给我加了三个人。
一万，加了2000这个全连分啊，但是没加的话也是10万。上次打10万分是我还没全连，然后中间还有打错的。哎，这一次我们这个美西亚妖就是也练过一次嘛，就多上了几节课嘛。OK， 这样任务就完成了。啊，不看了安可，我们看过安可。11万 ，OK。这下任务完成了吧？好，完成了 ，clear。OK， 明天等下晚上领奖。OK， 上个打。然后去找桂英聊下天是吧？桂英人呢？这里已经有 Numinous 的海报。东京的金鱼系。Luminous も先人のようにこの先長く語り継がれていくのでしょうか。哦。この国、この場所で芸を生業としていた。遥か昔の先人たちです。江戸では歌舞伎が流行していて、江湖人気の役者を描いた浮世絵がよく売れたそうですね。怎么就扯这么远了？はい。数百年前にはここに人気役者の浮世絵があったのかもしれません。私たちもやがて偉大なる先人に並び立てればと考えてしまいます。哎，不过おこがましいでしょうか。偶像大师这个，哎，要选了是吧？太狂了，不去不狂啊？那肯定是不狂啊。偶像大师确实啊，就是他倒不是说他多么就是。确实也很火，但是其实我觉得偶像大师他最值得称道的，然后就是最成功的地方，倒不是说他有多火或者怎么样，而是他创造了一种新的这个怎么说，就是新的行业，或者说是这种我不太擅长总结啊，就是。简单来说就是说他让那个声优站到了台前，就作为偶像，现在都叫声优偶像了嘛，对吧？就是他让声优站到了台前，上了 live 去唱歌跳舞，是吧？那个这个在有就是我记得是Mingos好像说过，是Mingos还是谁，反正是本家的人说过这个话，就是说说他们那批人啊，在配偶像大师那个刚开始的时候，就是那些他们的声优还是一个很幕后的，就是幕后工作嘛，就相当于配音演员一样，就像中国现在的配音演员也是这样嘛，就是幕后工作的嘛，就不会站到台前，主要就在幕后配声音嘛，就所以让他们上 live 还是有些怎么说，就是反正新奇也好啊，不懂的也好，或者。比较紧张也好，就都有嘛，反正就是说，对吧？毕竟他之前是个幕后，现在到台前来嘛。对，这个我想，这个我就说多了一点，然后桂英的话完全没去听啊。反正我回头我自己看视频就完事了，我看我自己的视频。お疲れ様です、プロ。啊，跳过去。对吧？所以这个短信我先不看，我先多聊会儿，对吧？就是。就关于这个，对吧？他创了一个新的那个，我不知道有没有其他人比他更早，但是我知道的就是他是最早的了，把声优放到 live 上，对吧？去唱歌跳舞，啊，然后现在很多都是他的就是模仿者嘛，相当于后来的都是模仿者了嘛，对吧？他也算是这种跨界吧。就当时其实那个时候的想法就很，我觉得就已经很超前了。他那个时候是2005年吧，偶像大师。最初的时候是2005年、2006年的样子，那个时候他就已经想到了这个跨界的成功方法。现在大家也知道，就是如果你要想获得成功啊，最好的方法就是
跨界，因为现在每个行业，也不说每个行业，大部分行业都已经很成熟了，就是在行业内部，就你不可能去，行业一旦成熟，它就会有一个机制嘛，就是它有顶流的人嘛，顶上面就是不叫顶流，就是说顶尖的人嘛，就是那些人，他就基本上制定了行业规范嘛，对吧？你不太，人家作为先驱者肯定会制定规范，那肯定会有利于他的，对吧？就你去弄的话是很难超越的，你只能说是怎么现在很流，现在比较，我觉得我个人认为比较好，就是你得跨界，就是说你是你这一个行业和另一个行业有交汇的地方，交汇的时候的那个地方就比较好获得成功，就你能做出一些东西来。我想那是这一点，就是在这个偶像，就是这种二次元的这种偶像的这种培育游戏嘛，当时因为一代是培育游戏嘛，在街机框上面，包括这个310上面，对吧，都是那个培育游戏，对吧，就是偶像培育和这个真人 live， 对吧，声就是说把声优和这个偶像结合起来了，相当于是，对吧，就是做了一个这种跨界企划。之后第二下一个我知道的，后面我知道的很成功的跨界企划是那个 Bang Dream， 对吧，把这个就是也是相当于是偶像嘛， Bang Dream 其实也算是乐队，就真人乐队和这个学校那种乐队嘛，也是类似于偶像的那种乐队，对吧，虽然他是乐队嘛，但是实际上是偶像性质的嘛，对吧，然后加上真人乐队结合起来，对吧，也是一个跨界，相当于是就是那个就相当于是把声优和对，那个是声优和乐队，说错了，不是偶像，是声优和乐队，声优和演奏嘛，就乐器演奏，他是要真人上 live 真人演奏的嘛，对吧，声优和乐队结合起来，那也是一个跨界嘛，对吧，就是说所以为什么很多人就是有时候开玩笑说啊，现在声优就当声优要会的东西越来越多了，其实你仔细想一想，现在你做每一行你要会的东西都越来越多了，因为你这种跨界不断的出现啊，就要求对你的这个知识，就是你要懂得这个不同行业的知识，这个要求越来越多了，就是说现在需要的其实是也需要那种专业的很深的，就是你对一个行业很了解的人，但是现在更多需要的是你要懂得多个行业知识的人，就像我之前的工作中有比如说教，我是测绘行业的，对吧，我专业是测绘行业的，比如说教那些程序员去理解测绘的内容知识，对吧，然后还有就是跟客户的那些测绘的人员去解释程序方面的知识，对吧，那就是要我需要这两方面的知识，对吧，这还是我是举个例子嘛，还要更多嘛，对不对，所以说这种你肯定是需要获得就是各种人，当然你怎么说呢，现在需要其实也不是一字型人才，就是那种 T 字型人才，就是说你要有一个方面是比较专精的，然后其他方面你也要有了解，对吧，就不能说不上话，所以那确实是对知识储备要求更多了，对吧，以前你可能专精一行，对吧，就能干得很好，那现在不行，现在你还需要了解其他行业的一些，就是也需要涉猎一些其他行业的知识，那你社会发展就是这样的，社会发展那你没办法嘛，对吧，他需要这些东西。好，就说这么多吧，再说等又时间又过了。哎，我算是发现为什么70小时我还是在9月份了。我天天经常每期都跟你这么聊，对吧，这种聊天一聊就半小时一小时，这一聊就几十分钟半小时，这怎么可能70小时能通关，对吧，这通不了关的，这一聊天这啥都没了。我们看短信看短信。看起来很成熟。靠，看起来也不成熟啊，只是看着很高而已。表情包这个还可以，这个饭团的表情包。海报。是否要以数人分成不同组别制作复数的海报呢？确实，对吧，这也是我最不满的一点。他说 Steam 不是预购特点是那个壁纸嘛，对吧，然后我下载完了我也看了一下他那壁纸，我很气的一点就是他的人是分开的，他不是就是29人不在一张图里，我都人都气炸了，我要你这有什么用，对吧，那我要你这海报有什么用，你本来一个故事，对吧，就是他整个你这个你既然说的特点海报，对吧，那我肯定想要一张全员上的呀，全员的海报啊，不然的话你这怎么 union 嘛，怎么说团结嘛，但是大家都说这一组的主旋律就是 union， 对，另外一句为什么 union 这首歌不能全员唱吗，
这一座主旋律不就是 Union 吗？啊，食物评论。睡衣派对，但是那我肯定是不能参加了。是否太快了呢？美加达打字非常快。哎，那为什么你要排自己呢？美加达打字非常快。是否太快了？加速起来了，我操。哟，这不是千早吗？プロデューサー、おはようございます。ランニングをしていました。ランニング。あ、今日はいつもより少し早く起きたので、その分長めに。あ、いえ、もう走り終わって事務所に戻るところでしたから。早起きしたおかげで練習時間も増やせましたし。プロデューサーにここで会えたのも良かったです。ね、千早就算是一个比较正常人、然后我觉得本家其实正常人多一点、就没有那么多批拉、对吧？你像现在这些企划就感觉很奇怪、是吧？你说其实我不知道灰姑娘那边是什么情况、因为也没怎么听别人说、我朋友好像也就是我认识的玩灰姑娘的人也不是那么熟、也就是比较少。对吧，人数，对吧，你像 SC 那边就悲女大战，然后是应该最开始是 SC 开始的吧，然后蜜脸这边，对吧， MLTD 这边也开始悲女大战，对吧，我不知道346什么情况，是不是也是这样，就我就感觉很奇怪，你们就不能多点正常人吗？你像本家我觉得正常人就挺多的，对吧，哪有那么多卑鄙的女人，对吧，哪有那么多 P-Love， 我说被 P-Love 气晕，就感觉很奇怪，就越来越，就本来是吧，你说这个，你说它是一个虚构的游戏，但你要以现实为蓝本啊，现实里哪有那么多 P-Love， 对不对，搞得好像一个个都是虽然确实是一个个都是青少年的女生了，这种青春期女生了，确实没有错了，对吧，今天是上课加相关人士，我们说上个 VI 课啊，上个 VI 课要命啊，要上个 VI 课还要请这几个人上，就是一个是这个雅美，他是什么也获得不了，就在那玩的，还有一个是字幕笔啊，他倒是能获得点东西，对吧，还有三个人来 VI， 还有三个练三个，下个月能用上的吧，下个月这个队伍是谁 VI， 谁 VI 啊，归因 VI 这个啊，就归因 VI 了，归因 VI 啊，男子林氏归因肯定要上，要练 VI 对吧，男子 VI 是不是快到头了，Lanko 啊，林子啊，看看他们抄没抄啊，那两个人就不管了，归因的 VI 感觉不敢上啊，他这个男子的没问题，林氏的没问题，还有谁，阿紫嫂是不是也没问题，阿紫嫂其实也没问题，要不练个阿紫嫂，归因的话，归因先把他 VO 开了吧，还有三点，能不能开 VI， 能不能开 VI， 败了，还要交流一颗星，他这个 VI 我不敢上，我上一次课他就满了呀，上吧，哎，上，你看这个雅美他就必须要上一次 VI 课，就挤了一个位置，本来我可以把阿紫撒弄上去的，对吧，正好还缺阿紫，还缺一个，就很气，就很气，但实际上就顺便练吧，我感觉第二梯队人也不怎么会上，对吧，我主要就会打这一批人，对吧，按照这个官网的就是那个宣传的那张图片来就行了，对吧，这批人就你别来了，换个新白吧，对，这一批人就你们就跟着一起上点课就完事了，对吧，啊，没错，好，上 VI 课，上 VI 课，啊，哦，只能
今天是只能上 ready 的这个成员是吧？坏了，坏了，坏了！雅美倒是还能上啊，字幕给上不了啊，今天。那别上 VI 课了，下个月再上吧。打扰了，打扰了，别上 VI 课了，下个月再上吧。你这上 VI 课上了个屁，字幕给不能上的话，那我雅美上我不浪费，下次又浪费一次。哎，不对。反正字幕给他要上 VI 课的，哎，不对啊，下个月，我看这个人选感觉就像是 VO 单篇 VO 的，哦，那 VI 也可能要上啊 ，DA 肯定是不强调了，我看这个人选应该是 VO VI， 那没事，那下个月可以上 VI 课，那这个月照常上 VO 课，不管了，直接上 VO 课，快，把 VO 的人组出来。Ready 是吧？对，就这批人 ，VO 课正好千早、绿子什么都在。哎，等会儿，那这一回我就要等一下了。下个月哪些人要上？你要上，过来上课。那个，你要上，过来上课，这都是第一梯队的。你要上，都过来上课，妈个鸡，对吧？看一下啊，你肯定要上课。春宵不能上，他也卡住了。你要上，这都是一梯队的吧？我记得，啊，跳过。对啊，啊，看你们这几个人能不能上啊？千早响、归因、绿子。千早可以，绿子可以，这个归因可以 ，Hebe 也可以 ，Sakura 可以，好上，不如上个 VO 课，上什么 VI 课？哎，他们是不是都差得远？都差得远，直接吸氧了，懒得跟他扯那么多了。千早差这么一大格呢，我操，绿子有点危险。但是他应该能解吧，差160，那不用慌，危险个屁，不危险。夕阳，来夕阳，夕阳，妈个蛋，这还不夕阳，补充氧气 L 来吸，不对啊，补充氧气 L 是不是有点过了，对吧？因为毕竟这个，怎么说？等这支队伍去上 VO 课的时候再 L 吧。今天还是不要吸氧了吧。今天就是一个字幕给没上，字幕给本来也上不了 VO 课，对吧？他被卡住了。那可以 L 啊，剩下四个人全都是下一批要上的，直接 L。妈个蛋，对吧？妈个蛋，直接上 L。大瓶氧气，大瓶氧气冲。よろしくお願いします。下个月终于轮到千早了。为什么感觉笑靥他这个皮肤这么红啊？对吧？你说黄，皮肤黄或者白都能理解，红是什么意思？嚯，你这第一次上课，像桂英、绿子，这肯定是第一次上课，加了70级，这肯定是第一次上课，不用看。好，保存一下，在这个。不用，这个应该不用保存吧，没什么好保存的，我就看一下这个 communication 就行了。
他这个任务没完成，他可以去了，他可以去了，他任务也没完成，他任务也没完成，好起来了。那只能是他们俩训练师和这个可以读一下吗？不可以。还有这个训练师啊，都看一下完事了。哎，对，我们试炼之门是不是有票可以打啊？确实有两张票，可以获团结点数或者获得，但是我感觉暂时没必要打。万一有任务再来打吧，看有没有任务要打试炼之门的，不知道，因为我感觉没必要打。他一个是那个团结点数，我也不怎么缺，对吧？也不是不怎么缺，我暂时好像没怎么要缺的。然后那个经验值，什么暴气和那个骑上经验值，我感觉也是比较鸡肋的东西，就有更锦上添花的东西，只能说是锦上添花的东西，就不用强求的玩意儿。OK， 我们这个去健身房吧。又要我来，到底是训练我还是训练偶像？我的天，强制带走。哦，原来是这样，是要是身体力行的教我们啊，对吧？只不要给偶像吸氧去上课，对吧？请停止给偶像进行各种嗑药、吸氧什么的玩意儿，让他们正常点吧。原来是这样，原来是这样，明白了。不要再勉强偶像了。五人的三项能力值提升到400以上，是什么玩意儿？全能战士是吧？这是，哈，这个任务我感觉我不好做了。这个任务这种不是二周目的事情吗？这一周目我哪能去培养全能战士啊？看一下，看一下最有希望的，我们这个队里最有希望几个是哪几个？哎，不是，我只要换一下人就好。Miki 他要去培养 VO， 他 VO 应该是18的增量，默认啊，那就是40，那要上三次课，但我为什么要练他，对吧？春夏要培养 VI， 新白倒是肯定是可以完成这个，就至少有一个新白是可以完成的，对吧？他只要再练练 VI 和 DA 就 OK 了，对吧？但其他人我感觉只能靠喝汤喝到400了，看能不能喝到400。因为真的我觉得没有必要去这样练啊。他讲什么东西？应该又是加这个百分之，我感觉他这个就没什么意义了。他应该是这个，就是这个课程成长，他再加一层就变成10%、10几、16%、18%，但我感觉没有必要了。这个为了完成这个东西，我要可以换称号了是吧？有什么称号吗？演唱会30次，骑上绽放100次，皇家顾客，熟练制作人吧，就成长中团体，
那估计要打完，估计都刷都打不到顶了。这也是历也算是历代的一个那个吧，毕竟二招目他们说全继承，对吧？那我大概懂了。那这个我估计暂时做不了。我没有必要浪费位置，再浪费位置，这个羁他这个什么叫做，哦，别说了，还个羁绊舞台呢，在这个周四的时候要打。他那个 link commission 就已经有那种让我上就是白上课的了，是吧？你这还来个这个，还让我练弱势属性，那不是可以谈一下吗？哦，他要想看看。他想看看这些偶像，但今天偶像不在啊。体验这 C 啊，这个倒是正常达成了，就是反正正常做就会达成。剧情，你们这跳的也不是 ready。今天这外面咋回事啊？这么大雾。我是说这个里面，不是说我这里。全体がまとまった気がします。個々の進歩はもちろん。ユニットとしても成長を遂げているからでしょう。プロデューサーさんが発案してくれた少人数でのグループレッスンもすっごく効果的でしたよ。普段のレッスンと違って一人一人の距離が近いからかな。個性も残したままね。ホイップスイーツシャーベット皆さんとやりたいです。カホ、それはもうやらなくて大丈夫だから。已经开始了。ワイトです。已经开始了。さらに精進してまいります。都跟什么怪人在一起？这些。忙しいところお集まりいただき、今天要做那个团子。十五夜の謎、黄金白玉うさぎ伝説作戦、その二、お月見団子試作を開始します。お団子を作る基本的な材料はこちらに用意してあります。皆さんもお好きな材料お持ちいただけましたか？好，开始了，怪人。はい、生クリームを持ってきました。私は金箔を持ってきました。満月の輝きを想像できるかと。金箔到底是什么东西啊？我感觉怎么不像个吃的。あ、お団子の材料を持ってくるんだっけ？何かお団子に合いそうなお菓子探してくよっと。根本就没带。ナナはお団子を美味しくさせる
兔兔粉我持ってきました。这是什么鬼东西？乌萨米 powder powder 是粉末。いろいろな食材を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お団子には無限の可能性がありますから、どの食材も合うと思います。这团子是不是跟汤圆其实很像？早速お団子作りを始めたい。但是我一直没去搜啊，团子是什么样子的？啊？怎么了？それと。もう一人今日は特別講師が来ています。あ、谁？お、特別講師の奥空真由美です。今日は奥空家のお団子教室へようこそ。琥珀さんのお母さん。お団子作りの準備をしていたらお母さんも行くって譲らなかったんです。来嘛，挺好啊。当然よ、琥珀。奥空流のお団子作り、半端にはできないでしょ。それは、うん、そうだけど。那挺好啊。皆さん、今日はお団子作り、よろしくお願いしますね。では、早速実演を。お団子は団子粉。上新粉などで作るのが主流です。材料をこねて混ぜる。シンプルなだけに思いを込めてこねる。そしてさらにこねる。そしてこねる。この繰り返しです。よろしいですか皆さん。なんなんこの気迫。なんなん。なるほど。うどんを打つ要領と似ていますね。それではまずは粉をこねてみましょう。飲水機还是一支、はい、还是一支改的那个。こねてこねて思いを込めてこねて。哦，那应该也是面团的东西。上手ですね。いいお団子になると思います。腰の入り方、ひたむきな姿勢。静香さん、あなた女優にも向いているわ。女優さんですか？好，成了，钦定了，钦定了。静香さん、そんなこと言ったら静香さんが困っちゃうよ。钦定了，钦定了。団子に何かをミックスする場合は、最初に材料と団子粉などを混ぜてください。大林。大龄偶像，你咋样？では、ウサミンパウダーで味付けをしましょう。ウサミンパウダー、那是个啥？そのウサミンパウダーって何ですか？ピンク色のお砂糖のようにも見えますが。砂糖。ウサミンパワーを結晶化させたものです。一定要维持设定。面白そうなお話ね。よかったら詳しく教えていただけるかしら。詳しくですか？ウサミン製で最近流行りだした魔法のパウダーなんです。笑死。地球でいうところのピンク色のシュガーパウダー的なものですが。一定要坚持设定。美味しくなれ、美味しくなれで魔法の言葉を言いながら振りかけるんです。这一段剧情应该就是讲。それなら甘くて美味しいお団子ができそうですね。就是大家跟他娘俩，这个娘俩都关系都变好了吧？就这个意思吧。言葉には思いが宿るもの。ナナさん、できるわね。お母さん、ナナさん、邪魔してすみません。そろそろいい感じですね。では、こねた粉をお団子の形に丸めていきましょう。为什么不给妈妈来个例会啊？不，来个那个模型。对，こねて。よいしょっと。はい、こんな感じで完成なの。随分と大きいですね。
お団子おにぎりだよ。おにぎりを串に刺して食べやすくしたの。それはお団子？それともおにぎりなのでしょうか。面白い発想ね。おにぎりもお団子も戦国武将が好んでいた戦飯なのよ。いつ何時でも食べられる、寝られるは優れた武士の証だわ。よくわかんないけど褒めてくれたんだよね。それじゃ、ミキはお団子作りが終わったからお昼寝してるね。恐ろしい。ミキさんの才能は恐ろしいほどね。ミキさん、起きてください。お母さん、女優目線で品定めしないで。说睡就睡。そうね、私としたことが。ルミナスの皆さんがあまりにも才ある人が多すぎてついついと。挺好啊。琥珀、あなたは作らないの？もちろん、作るために考えてきたよ。お母さんのお団子の先を行ってみせるんだから。お、それでこそ我が娘。このお団子には決まった型などないのが秘訣。もちろん受けて立つわ。うん、私の思いを込めたお団子食べてみて。美希继续在睡。这菌好长，数量好惊人。大家都做了嘛，所以很。みんなの思いの数だけ色とりどりのお団子になりました。看你们都放了什么一些怪玩意儿啊？这就是有点像那种。十五夜の謎、黄金白玉兎伝説作戦、その三。其实也不叫做汤圆吧，就是糯米的那种团吧，只是加了料，中间其实应该是有馅或者没馅都可以，是吧？那他要煮吗？还是说直接就这样吃啊？应该是要煮吧。生クリームお団子もとても美味しいです。那应该是直接混合在一起，就捏在一个团，是吧？美味しくなれ、美味しくなれ。はい、さくやさん、お召し上がりください。ありがとう。愛くるしいピンク色のお団子さんだ。名前は何と言うんだい？奥空家直伝宇佐美まんまるお団子にします。好長。素敵な名前だね。宵の月を眺めながらナナと一緒に食べるのにふさわしい。さくやさん、急に距離が近くなったような。ナナドキドキしちゃいます。震惊雪舞。食べたら武士になれるんだって。あ、这样理解吗？本当ですか？武士なってみたいです。お母さん、私の作ったお団子食べてみて。見たところ我が家のいつものお団子と相違はなさそうね。いただきます。是不是超级辣？これは温かい。素材は同じで温度を少し変えてみたの。居然没放超辣。同じようで同じじゃないのね。あなたの思い、美味しく受け止めたわ。よかった。哦，我知道了。次はお母さんのお団子だね。意思就是说他曾经做团子的时候是和妈妈一模一样的。いつもより甘みを感じる。だけどそこまで口に甘さが残らないなんて。少し苦みを感じるものを入れてみたわ。カロリー控えめ、それでも甘みは感じたいもの。やっぱりお母さんってすごいな。はい、也不是我推薦。私のためにこのメニューを考えてくれたんでしょ。
甘いものには惹かれる年頃だから。私も昔はこっそり食べたりしたの。あなたはこれからもアイドル。ステージに立つ以上、カロリーコントロールは自己管理。那你没猜错，就他们俩都为了对方着想。そう思って作ってくれたんじゃないかって。以前都是很普通的，就是加了。少しの工夫を凝らすことで、少しでも前に進む。そうして日々を精進していくのよ。うん。ありがとう、お母さん。ごちそうさまでした。私もよ、琥珀。ごちそうさま。你看这种，我说了，这个其实这一代剧情，这一代剧情就是怎么说呢？这种细节就是小故事，其实还是做的挺好的。大方向是大家都猜到了嘛？给多少钱啊？哦、要周末。魔力光芒。哦、他做了 center 的那个唱。真美倒是跑来跑去，那是的。美希、真美和雅美。哦，好，你记得今天要打那个，我们这期到肯定到这儿要打这个春日未来个人演唱会。我操，一个人的 Thank you 48000，一个人的 Thank you 还行，是一个。如果没看错，应该是一个红黄蓝，是个红黄蓝的舞台。西多利罗 ，Thank you 是吧？一个人的 Thank you 还行，个人演唱会，行吧，那下期再来吧，对吧？这期就先到这了，现在记得存档。啊，记得有多了一瓶水啊！这一期还把等下把水用掉，是多了一瓶水吧 ？Custom 啊，不是 ，Item List， 对。那这期就先到这儿了，感谢大家的观看啊！我是林奇，我们下期再见。